网友苏先生去年底在野外巧遇一条色为赤尾青竹丝，浑身缤纷 Tiffany 蓝令他大开眼界，分享到社群网站后引起大批蛇类爱好者热议。更有网友留言，你是许仙，你真的跟他很有缘分。去年十一月就偶遇过两次色为赤尾青竹丝的苏先生，今年一月二日是第三度和他碰头。苏先生表示有很大概率是同一只，原以为不会再看到了，没想到能与老朋友再次相遇，看到他平安长大还变胖，觉得自己运气真不错，十分开心。一名网友日前在南部一处山区巧遇色为的赤尾青竹丝，蛇的外观呈现绝美的 Tiffany 蓝，还闪着荧光色，在野外显得相当特别，引起大批蛇类爱好者羡慕，直呼网友运气太好。有内行网友指出，这是缺乏黄体的赤尾青竹丝，相当难看见活体，直呼网友上辈子肯定拯救了世界，也建议网友不要透露在何处巧遇青蛇，才能保护青蛇的安全。赤尾青竹丝别名竹叶青、青竹蛇，分布在全台和兰屿海拔2000公尺以下的地区，是台湾最常见的毒蛇，体长仅90公分，属于小型蛇类，特征是有三角形的头，眼睛是红色的。常见的青竹丝全身翠绿色，体侧有白线，